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拆豆农乐了。豆农乐第多少弹呢？小朋友们如果知道第多少弹呢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而且今天呢，都是米奇主题的哦。看这上面有唐老鸭，有米奇，还有米妮，很多很多迪士尼的人物。我们来拆拆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吧。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精彩的花絮和视频吗？扫码或者搜索小柴玩具屋公众号，关注我们，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，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。哇，我这是一个，是一个米奇的玩偶，它还特别酷的，抱着手，然后翘着脚，哇，很迷你的一个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夹子，可以夹在本子上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拆一个。我的这个是一个卷尺哦。哇，那我这个和你配一下，我这个是橡皮。哇，这个卷尺上面有很多很多图案。哇，你的好丰富啊！我这个有唐老鸭和米老鼠。是两块橡皮、哦，两块橡皮很重哦，哦，很超值。我这个是什么？我竟然还拆到剪纸，还、是吗？也是那样子的吗？但是这回图案不同，应该这回都是米奇和米妮在上面，超级粉的。哇，我这个是个九块的拼图哦。哇，可以拼图？对，可以拼图，它是一个写着是。九块的拼图是里面有九个小方格、可以拼成这一幅画。好了，我已经拼好了，上面有米奇、米妮，还有唐老鸭，还有他女朋友。我们接着找吧。哇，我的这个是彩色铅笔，一共有八支。我这个和你也配套，可以在我这上面写字了。是一个小本子。很漂亮，对，啊，天哪，这个好惊喜哦，是一块毛巾，非常柔软，我打开看一下，小手帕吗？对，是一块小手帕，哇，太漂亮了，是那种萌萌版的米奇和米妮，太好看了。那我这边拆到的呢，依然是一个拼图，我觉得应该是跟小窝的是一样的吧。对，那应该是一样的。那就不拆了，不拼了。哇，我这回拆到的东西也很大。哇塞，你那个好期待哦！看看是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小钱包一样的东西，对，很方便，也很漂亮，而且它质感看着就很好。对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拉链，然后里面呢，里面可以装一些硬币啊、纸币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侧面的格子，应该是可以卡，对，可以放卡片，然后还有一个绳子，哎，可以挂在脖子上或者戴在身上，很方便哦，我这里是一个小徽章印章，也是这种迷你主题的。我们打开看一看，能印出来什么形状？噔，蜜好多！哇，很漂亮哦，其实很漂亮哦。这是一个转笔刀，也是迷你主题的，非常实用的。看来今天很多文具哦。对。然后我这个好像依然是一个。零钱包一样的东西，好想要这个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这是唐老鸭女朋友吗？是的，你看这里面依然是一个拉链，然后在这里可以装一些硬币啊什么的，还可以装橡皮呀、转笔刀什么的，对，很方便。哇，我这里拆到了很多很多贴纸哦！哇，今天第一次拆到贴纸，对，我们倒出来看看吧。有一大包。好多，感觉有几十个哎。我这个呢是跟刚刚一样的小手帕，这样我和琪琪就一人一块了。谢谢。我拆掉了和琪琪刚刚拆的那个一模一样的，哇，这样子的，但是是不同颜色的。哇，它是红色的，我这是黄色的，它那个是 mini， 我的是米奇，这样组成一对哦。对哦。
那我这边呢是一些彩色纸、可以去叠千纸鹤啊，叠星星 星啊，对，非常可爱的图案，上面非常丰富、哇，真的好好看，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哎，最后一个啊，原来我们两个都拆到了和以前一样的东西、那我的这个呢是零钱包，不过是唐老鸭，刚才就是唐老鸭女朋友，对，也是一对哦。那这个送给小蛙了，谢谢琪琪。我拆到这个和刚刚这个橡皮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他们也是这样，哎呦，配对的哟，也是唐老鸭和女朋友以及米妮和米奇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橡皮真的很走心。对呀、图案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今天呢一共拆出了20个惊喜哦，小朋友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我们今天依然要抽奖，抽一位小朋友送出我们喜欢的礼物。我比较喜欢这一对。我喜欢的是这一对。都很棒，而且都很实用。那我们选一位小朋友送出他这份礼物。对，我们来爱奇艺上选一位我们的小粉丝。我就选这个小姑娘吧，她叫琳琅满目0011。恭喜这位小柴宝哦。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通过小柴玩具屋的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，就可以领取礼物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，给我们点赞哦。而且订阅我们都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。那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